哎，大家好，我是迷之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名叫啊小游戏，名叫 There is no game， 没有游戏，根本没有游戏，应该不是这个作者做的游戏啊，应该不是用 Construct 2这个软件做的。标题名字叫根本没有游戏 There is no game。 Hello user， 你好用户。 I have bad news， 我有坏消息。There's no game. 其实根本没有游戏。So, I hope you're not too much disappointed. 希望你没有太失望哦。You can still watch TV. 你还可以看电视、outside, 出去玩、book, 读读书、refund, 要求退款。No refund. 没有退款，这个游戏免费的。总之不是游戏。Nothing to do with it. 和游戏没有任何关系。Just a massive package. 只不过一大堆超无聊，就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我应该把这个游戏本身的配音去的。这里什么都不能做。You can quit and leave me alone. 你可以退出，别来烦我。Thank you. 谢谢哦。Goodbye. 再见。大家看这个好像黑有点不同。请你不要碰这个标题。尤其还会不要碰标题吗？尤其是 O 这个字。嘿嘿嘿嘿 What have you done? 你做什么了？你把标题给弄坏了，快弄回去。放回去。Come on， 放我回去。Come on， 快放快放。根本没有。I will fix it next time. 下一次有人重开游戏的时候，我把它修好就。不，这不是个游戏，根本没有游戏，没有游戏。是的，大家看这边有东西出现，好像是震一下就可以震出来。震，我敲，砸地。哦 ，Seriously, are you going to break everything? 你真的要把什么都弄坏掉？ No reason to use that icon, as you were in the point of living. 不过用这个图标也没理由用这个图标了。反正你都要走了嘛。你不走吗？闭嘴！不要碰！太可怕了 ！Horrible. 他被禁音。 voice, you know? 我只是个声音啊。Speechless voice is like、没有声音的声音。Death. 那就像是死亡一样。我帮你把这个毁了吧。不能毁。You're trying to kill me. 你想杀我吗？ Okay, then. 好吧。As you love to click everywhere, what do you think? 你喜欢到处按。你觉得这样怎么样？砸死你。没有砸死功能，看来只能乱按。Stop it now！ 快停下。I think we're good。这下我们就 OK 了。I had to use the 抱歉啊。我讨厌这么做，但是你也是你逼我的。好像砸不坏，这样呢 ？You're stubborn as you。你跟骡子一样。Superman for that one。这个你要靠超人才行。顺带一提 ，a few kryptonite， 加了克石。I know Superman does not exist。我知道超人 ，no， we're not， 不存在。但毕竟我们是在游，不在游戏里。You're still there。你还在啊 ？You're thinking about how to lift that big box on you。你想把那个大盒子举起来是吧？Yes， go on。来啊来啊，把我一身都毁了吧。Mess。真是糟透。走之前你最好打扫一下了。可不可以变成 tree 呢？然而并没有这个功能，至少现在还没有，之后感觉可能会有。来把这个，果然就是这个黑块嘛，我们把这个黑块的螺栓给拧松下来。按住不放可以。OK。Just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user? 觉得你在做什么呢，用户 ？No, don't look. It's private. 这是私人。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这样会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There is a game, 应该是。但是我想先试试 tree， 看能不能把 tree 放进去。我比较喜欢 tree。是的，出现了一棵树。This is a small tree. 这是个小树。
还能做出来什么呢 ？Tome， 哎 ，Tome 的话是一卷书，一个书卷，但它没有，看来是没有这个功能啊。有一匹母马 ，mare， 也没有。难道就真的只剩下 game 了吗？啊？啊？有个汤姆，但是没有汤，也没有偷，啊！好想在 game 之前再试个什么东西出来。还有些什么呢？要四个字母，啊，有个齿轮，哎，有个 gear。但是并没有，啊，看来也就只有一个 tree 和一个 game。我们再放一遍 tree 吧。虽然是不会再有，但我们再放一遍 tree 试试看。好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直接进发去是有游戏的。不，是。哦。Get out of here！ 啊，我还要拖动它。别玩，是尽责事项。你玩的话，他们会来的。我不希望他们过来。他们会杀我的，会杀掉我的。求求你了。然而我要玩。Stop hitting the bricks！ 不要敲砖块了。这，饶你奸似鬼。I must find a way to stop。我要找到阻止你的办法。I've got an idea。我有办法。It'll be harder now without the ball. 没有球难了吧？果然如此。That is no more funny. Leave now. 一点都不好笑，赶快走吧。I don't feel well. 我感觉不行了，我。I'm going to be sick. 我要病了，我要吐了。Oh no. 不。They are here. 他们来了。Glitches.bug 出现了，到处都有 bug。I told you to stop. 我叫你停止的。你要找办法去掉它。这是灾难。这么多 bug， 我怎么大卖呢？要思考，我要思考。开发者能做出什么东西，让有 bug 的游戏也能大卖呢？嗯。漂亮妹子，很多僵尸和血，又或者是羊、山羊。哎，果然是山羊嘛，对不对？要找到其中之一。Perhaps the letters can help us. 是的，果然还是可以用那个字母去弄一下。好多 bug 呀。好的，我们来狗。僵尸。But goats, goats. I will never understand how a goat can attract users. 为什么？哎，It's probably a good thing or something. 让用户开心。G O， 这个提醒已经直接把这个给拼出来。OK， 有一头山羊。哦，出现了另一个地图。山羊。山羊。Obviously, the cage is locked. You must 然而笼子锁着，要找到钥匙。钥匙在哪儿呢 ？Look, the key.、有钥匙。哎 ，That flying squirrel took it. 飞鼠。You must get it back. Find a ladder or 要找个梯子之类的。有没有 kite 呢 ？Climb. That.Tree 啊，那不就是 tree 吗？我 tree 已经出了。是的，他过去爬大树。是的，我是有童年的，还有一棵树。但是有了树之后怎么办呢？我已经 tree 过了，而且那个对话也已经出现过了。这是棵小树啊，对不对？难道迷之声因为一开始就把这个树给弄出来了，所以现在卡关了吗？好吧。是的，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大家看，虽然迷之声已经很早的就玩出了这个，结果反而因此成为了 bug。
好的，那么迷之声去重开一下这个游戏，完成一下之前的这个历程，然后按照正常的顺序弄出一棵树来，稍后回来。好的，我们来找钥匙了。 Look, the key. 看钥匙。 That flying squirrel took it. 被飞鼠拿掉了，要找回来，要找个梯子之类的可以爬的东西。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曾经在院子里爬大树拿回风筝。是的，我有童年，还有树。这是棵小树啊，如果大一点就好了。哎，怎么样把它变？难道How can you bring water to that tree? 怎么才能把水带到这棵树上？原来是装水啊！我本来以为把这个奖杯直接给这个树，它就可以拿了奖杯升级了呢。原来如此，把羊浇个湿不行。我们这个蓝羊颜色不好看，不健康。嘿，哦，变大了，但还不够大。我们要让它成为参天大树。再来一次，这叫三杯树，很好吃。据说没对话吗？哎，这边有个东西，刚刚看到它，松果吗？是个。为什么是金属声音的松果？我砸！难道也要弄水之类？不对啊，我直接拿这个上去砸死这个松鼠，哎，拿不上来。OK， 这是个松果，但是哦，他要把这个坚果给砸开。你早说嘛，光 OK， 我直接把你给砸碎喽。砸不碎，比壳还硬。好的，钥匙掉下来了。 You've got the key. 你拿到钥匙了。 Pretty good. To turn on that glitch program. 赶快把羊放出来。bug， 这个 bug 啊， bug 变成商业大成功，拯救山羊，拯救世界。羊来了，不，羊是个谎言，谎言。 bug 更糟糕了，更多 bug， 我要被淹死了。I'm not dead. 我没死，我还活着。I was wrong. 我错了。It was a bad idea. 这是个坏主意。Everything disappeared. 一切除了我之外的一切都消失了。I'm so sorry. 真的非常抱歉。I put you in danger. 我让你置身危险之中，都是我的错。Please, will you forgive me? 请问你可以原谅我吗？我可以原谅。Really? 真的吗？ What great news! 真是太好了，好消息！ We can be friends.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No, that's not a good idea. 不不不，这个主意也不好。We will get bored quickly together. 我们在一起很快都会很无聊的。Why? 为什么呢？ Because, 因为如我所说， There is no game. 没有游戏啊。那么如果选否的话，感谢你不游玩，没有游玩。现在你真的可以退出了，去玩其他的游戏吧。因为这刚刚这个不是游戏，你没有玩，也没有很开心，也不是你要找的机器人星战的，啊，你可以爱哪玩哪玩去了。The end。好的，我们去选一下那个吧。好，这是一次游戏制作比赛，名字叫欺骗主题的这个。OK。大家好，我又救出羊来了。It's getting worse. More glitches.
这一次，我不会再选择原谅。I'm not dead. 你竟然让我连着打了两遍半这个游戏。Was a bad idea. Everything disappeared except me. I'm so sorry. I put you in danger. It's all my fault. Please, will you forgive me? 不，我不会原谅你的。Go to hell. 去死啦！好，好吧，好的。那么，这不是游戏，这个不是游戏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没有玩完了。我是明之真，感谢您的收看。对，你收看了一个不是游戏的游戏。好的。